再看一个破斋酬业，破斋酬业这是《献果随录》里面记载的，也是安世居士他的家乡发生的一件事情。昆山有个叫魏应之的，他是子少这个同族兄弟的一个儿子，这个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魏应之，他就是主子，就是子少就是他的叔父了，在崇祯年间，这个魏应之跟那个他的叔叔子少。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忽然从梦中狂哭，而念佛醒过来。这个子少就吃惊地问：“哎，你怎么这样的哭得这么厉害？”这个魏应之就说呀：“哎呀，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到了阴间，见到那个阴间的。”那个朝官呐，抱着生死簿过来，我一看，我自己的命在哪里？在一死簿，就是吊死鬼，这一栏里面，上面还有注文说，3年后的某某日，自己吊死在书房里面。那个魏应之一看自己是这个命，他就问我为什么会吊死啊？我有什么罪过呀？那个阴间的朝官说，定业难逃，跟他说定业难逃。那魏应之说，哎呀，还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阴间的官员说，你想避免可以吃斋念佛。精进修行，大概可以避免。他做的这个梦，哎，做完之后，魏应之就对他的叔父子少说：“侄子啊，这个我从此以后就一心一意要修行了，要持斋了。所以这个魏应之还真的就开始吃素啊。”早晚有时间就念佛，还精进修行。精进修行的8个月，情况都很好。但是这也是他的业障现前了。当他修行都很安稳的时候，然后他的一些朋友，甚至那些他接了那些文社的朋友，都笑话他，笑话他说：“哎呀，你这是做个梦吗？梦都是假的，你怎么迷惑颠倒？这么好吃的肉不吃，哎呀，你这个人真吃亏呀！”就常常说他，说的他也不好意思，就渐渐的他就不吃素了，开斋了，说开斋了。这一开斋，还真的就是3年后的一天，也就无缘无故的，他就把房门关上了，就真的是在书房里面吊死了。那吊死的那一天，你算算时间，跟他做梦的那一天那个时候还恰好就是3年。这就是破了这个破斋，就酬他原来的定业。如果他能够吃斋念佛，就会这个改变业力所以那些喜欢吃肉的人这个他常常以孔子为理由，孔子也没有吃素他唯独不失为孔子，每一次
这个祭祀的时候都要素食啊，这个也不饮酒，也不食肉啊。孔子也是要斋戒的啊，能够那古人祭祀祖先都要前3日斋戒啊，斋戒清净才能感格神明啊。那从中也就知道饮酒吃肉就是内心很昏沉、很浑浊啊。那么现代人事事都不如孔子，唯独这个学孔子不持长斋这种做法岂是入圣的这个方法呢那么现在有些人觉得吃素持长斋很难其实这有些方便的方法。要做5种不净观，要对这个鱼肉要升起厌离之心。这5种不净，你怎么去观想呢？第一要观想种子不净，一切的肉食都是畜生的精血所成的那些肉那畜生都是很肮脏的东西，它的种子就不干净。第二，你要观察那些畜生，它的饲料饮食不干净，这些猪啊、羊啊、狗啊，它吃的都是那些糟糠，甚至是那些粪便，它吃的就不干净，你看那个狗吃大便吃的那么香喷喷，它吃大便吃到里面长起的肉，于是我们吃狗肉也觉得香喷喷。我们吃狗肉香喷喷，跟这个狗吃大便的香喷喷还有什么差别呢？第三，你观察这些动物所住的地方不干净，它们常常就在大小便利里面，在污泥浊水里面打滚。是这样的不干净，然后你要观察这些动物，它的腹中五脏不干净，那种腥啊臭，腥臭的身体里面包满的都是屎啊、尿啊、血呀、脓啊这些东西，在你观察这些动物死后不干净，这些动物腐烂的时候跟死人有什么差别呀？那你死人不敢吃，为什么敢吃死猪、死狗、死羊那尤其是你还在思维现在的肉，更可怕的是加了很多的激素、化学的东西，它的毒素很多比如现在动物肉里面有种瘦肉精，这都是毒药你吃过去对身体、对心脏、对视力都有影响现在的鱼虾，你都是你看看在海里面、江河湖泊里面，水都污染了那这些鱼虾也就吃进了一些化工的东西，这些毒素又经过这些鱼虾的一种转换，又放大了它的毒素。所以现代人为什么疾病这么多？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治疗，就在于吃这些肉食里面，已经是很多的毒素了，那些商人为了牟利，他的饲养场还不像原来传统社会让这些猪啊、牛啊、羊啊还自由放牧，那种生态性的还好一点。现在是集中的一个大的工厂，然后这些鸡呀、猪啊、羊啊，就圈养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有时候那个鸡都相互拥挤在一起，你说它在一点生存的空间都没有，那个鸡下蛋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羞耻感，不希望当着众人的面下蛋孵鸡，但是不给他机会，就在那里给他下蛋，就是什么？他是这样，所以他不开心，他情绪不好，然后他就分泌毒素，然后他们有一个自由的一个空间，那就给他注射一些激素，催长他的膘，比如原来可能10个月长成的东西，现在让他3个月就长成，而且不让他活动，那吃了那些牛奶呀什么什么，就让他不活动，吃的碎碎的吃，连出去走路都走不动。你人类在吃这些东西呀，你不得病才怪呢。吃的都是毒素啊。所以现在真是素食才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呢，当然蔬菜里面也可能会打点粮，农药什么的，但毕竟你浸一浸水，洗一洗，比你吃肉食里面的要安全得多呀，尤其是现在屠宰根本就不讲人道，他杀猪的时候他也不避开。实际上，一个仁慈的做法，你杀猪要跟其他的猪分开，你当做所有的猪群来杀这个猪，那所有的猪一看自己同类被宰杀，他内心恐惧呀、害怕呀、怨恨呐、你看看，这个猪也很痛苦，然后他的怨恨所分泌的更多的毒素就在肉里面，于是也就把这个憎恨的毒吃到了人身上去。所以人吃的肉为什么会有三高啊？血脂高、血糖高、什么什么高？那就是自己找死了，吃很多的这种东西，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跟吃肉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你养殖业，其实对这个地球环境的这种污染，不亚于工业的污染，现在有统计，这些养牛的这些养畜畜牧业，它就是牛放的屁，它的污染都比那个所有汽车的尾气还要高，所以现在联合国的农业组织为什么提个口号叫"素食拯救地球"？大家吃素，这个地球的环保就会干净很多，就不至于要屠杀那么多的猪啊、牛啊、狗啊、羊啊。再加上从这个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节俭来看，那吃素就便宜的很多。因为你要用20斤的谷物做饲料，才能形成1斤肉，这就意味着吃肉的人比素食的人这个消耗资源要高达20倍。那么这个地球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地球如果都能够大家素食、五谷杂粮。可能还能养活大部分人，如果大部分人去食肉，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被这吃肉的人剥夺了他应该有的那份粮食，然后处在饥饿状态的人群会增大，这就贫富悬殊。那饥饿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怨恨，人类由于贫富的差异。你能吃肉，我连饭都吃不饱，这种怨恨就会加剧社会的不安，以及战争的一种产生，所以这个以平等的慈悲心来推广素食文化，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佛教文化能够贡献给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然而，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中国大陆吃肉的人太多了，啊，这个燕窝啊，据说90%都是中国大陆的人给消费掉的，啊，这跟我们奉行的那种啊哲学观念也有关系，唯物论。断灭见，对这个身体很看重，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啊，你看我们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看，人家素食店很多呀。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国，却有2000多家素食馆。试问我们南京市这么大的地方，有多少素食馆？我们在南昌市，有时很哀叹，我常常对南，一个素食馆都办不下去，没有人吃。于是办素食馆就会亏本，于是他就关门。这种杀业，啊。以后的后果将会非常惨痛的，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啊，我想大部分人都在素食，啊，然后我们影响家人、影响朋友、影响有缘的人，我们一定要去推广素食文化，能够让大家不吃肉，这就是不放之大放生，啊，真正的放生。啊，如果大家都吃肉，有这个吃肉的市场，那当然宰杀捕捞种种的动物，那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啊，物种的灭绝也会加快速度。